走。分手擂台。哎呀，你这什么左屁股啊？啊，根本连二十都不到。我呢，他就知道我这个样子，四十八，你有没有？可是庄家是不是很在乎男生呢？生男生，你在他家里面五年当中，里面帮他生四个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双胞胎，虽然都是女生，但是也有生嘛，怎么那么在意呢？那是我婆婆她的观念而已啦。是，其实哦，我老公根本一点也不在乎。哦，是婆婆在乎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就找了我们刘小姐一起来生。那刘小姐生的时候，你有生吗？你现在有啊，我们一起生啊，而且我生的是男，她生的是女的。你生男，她又生女啊？对，所以我就说她应该离开啊。对，她现在跟我要钱啊。这是你婆婆答应我的，可能你妈的，你们庄家答应我，是你们庄家欠我的，反正庄家给我四十万，那你找我婆婆要啊？反正庄家给我四十万，今天就是你欠我四十万，你要四十万，人都没有了，那庄家送奶奶，那是不可能的啦。我还有，我现在还有我们当初跟你妈妈签的合约，现在要四十万还给我，我不管你，我就要四十万。好，再还他要四十万，要不要给四十万？要不要给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好，因为在我们顺利认定四十万当中里面就是窝费的哈。你生男的才可以留下来，现在我生男的，我当然可以留下来。那你留下来，可是他现在不，他也没有留下来，他现在就是要四十万，他也不想留下来。他妈也是，他妈妈也怕他知道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是两个瞒着我，你知道吗？都让我说每天三更半夜就是等讯君，那我一向说是光明磊落啊，那这也不是我的个性，那都是要不是因为你的关系，让我要忍气吞声，在等的这段时间，又害我吃了很多零食，我会那么胖，你要负上责任，知不知道你？都是你害的，谁让我是新军的？你说这种话，我才要跟你计较嘞。要不是每天啊，你就深更半夜的把他找去，害我说我还好，我比较聪明，我偷偷的跟着去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就在你那边受苦？什么受？我在享受，好不好？享受，如果不是他妈妈要求他要保持我们的婚姻，他需要跟你这个母猪上床吗？好，那后来是走啦，很怕他发现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对啊，也很怕秀玲发现，那都是偷偷摸摸在做这件事情就对了。偷偷摸摸，对，一开始是偷偷摸摸，你嘲笑我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就算去空气回趟塞唇香 K A 啦，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有身材啦，我就有本钱啦，空气就会大口啉茶买贵啦。啊，我来讲，我花郎不走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候被你发现的时候啊，要不是因为知道说是婆婆受不了，说你生不出儿子来，好要我这个庄家的福星来帮他们生一个儿子，好福星哦，装个金孙来传宗接代，你有什么资格骂我啊你哈？就是因为你生不出来，所以才有我。我跟你讲啊，她这个女人多不要脸啊，三更半夜的跑去跟我老公一起睡，我以为老公去上厕所或者去喝茶，怎么知道说去了那么久不回来？不是去他家，是来你们家做。对，他们偷偷的到我们家，跟我婆婆跟我老公一起骗我。如果不是我老公，我老公为了要保住我们的婚姻，他会跟你这个母猪一起上床吗？那还敢说你想告我啊？告我妨碍家庭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本事在告你这肚子的，去告你婆婆啊！我知道你在结婚之前就跟婆婆签了一张结婚，你知道什么结婚协议书？对啊，是怎么样？五年之内没生下一个男的话，你自愿跟旭君离婚，是没错啊。风险很大，为什么这样签？为什么这么委屈自己呢？可是是不是男生是我们能决定的吗？就是所以一定要传宗接代，一定要生男生啊！这个风险是他心里想说，现在什么鬼时代了？只要我们夫妻合力的话，很努力的话，随便这五年当中生一个男生应该不难的事情。对啊，就三次怀孕里面，竟然全部四胎都是女生。对啊，因为他说如果不签的话就不让我们结婚，所以我只好签了。你会说你才答应婆婆让我住进庄家，让我跟细菌生小孩啊？你呢？表面上很对我很好，可是你暗地还是跟我一样跟我抢。最后也发现了嘛？最后发现怎么解决呢？最后发现怎么解决呢？你也发现说，原来老公三不五十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原来是跟一个另外一个女生在那。因为他就是常常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，然后被我发现了。对，我不得已只好答应他们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会生啊，我就必须有本事生啊，生女生怎样啊？生女生又怎样？有本事生啊，我生女生还是女生，我就会生男的啦。生女生有什么心情？我生了四个啦，我生了四个。我可以告你妨碍家庭，我没有告你老公，是你老公自己怎么惨的啊？你少来说谎！我老公他为了要孝顺他的妈妈，还要保住我们的婚姻，对，他才必须这么委屈跟你这个母猪在一起。所以，你知道他每天到
你的房间去，都好像去下地狱，十八层地狱，你知不知道？下油锅啊，不像吗？你们自己看，这种身材。好好，两个都说得好难听。后来是不是你也要接受他呢？因为妈妈的关系，所以也要接受他呢？有没有接受他？没有接受他。那后来怎么分配？他后来有没有住在家里？知道有啊，可是我知道就是在家里，那时候还协议说135老公归他，246归我。可是这样子，135归他，246老公归你，对，没有打卡而已啦。可是他都故意拖住信君，他不让信君来我房里，让我像个花痴，每天都在房里笑想男人。所以你已经进到他们家里了，对，我已经住在他们家了。如果他们家死，我就阿弥陀佛了啦。那是爱的表现，好不好？爱的证据，好不好？压扁的吧。我老公很瘦的，就会发生的事情。我老公很瘦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被他压住，你喘得过气来吗？告诉你啦，你老公啊，都说我抱起来又软又舒服，啊，就像又软又舒服，很温暖。我看是泰山压顶吧，一堆排骨一点触感都没有。哦，啊，他不止一直跟我讲说他跟你一定要跟我结婚，他有没有看你可怜的话？早就把你踢出去了！我天天在乱讲，说谎也不打草稿。小熊维尼吧，我看是小熊猪吧。我老公有问，是你的秘方啊！我这老公真是，我才认真说死啊！吃了那么多秘方有效吗？还是生了一个女人？如果谁先生了男孩，谁生了男孩就可以留下来；那如果生了女孩，就得滚出去。你心虚吧？你怕你真的是女孩？那么好一点的话，我孩子生下来，我还可以帮你再装家求情，让你进门当二房。二房啊！我是真的装家媳妇，我当二房。